金营养素不足，竟导致这严重后果。这女性啊，她就是长时间就是耳鸣一阵子之后，哎，忽然变得有晕眩，然后有一天甚至严重到在家里昏倒，然后头还撞到桌子，那她就吓到，她就赶快去医院就诊。就经过一连串的检查之后，医生发现她体内的微量元素严重不足，包括钙、镁、钾其实都严重不足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